所以太棒了，这一次可以跟你们一起来这个金钟五十一，我希望能够真正给观众朋友来一个崭新的不一样的金钟奖。对，因为你旁边都是赞美女啊。对，这次赞我们，你真的是开心吗？这是这一次金钟五十一呢，最大的遗憾。什么遗憾？这是一个创新。我今天我就想他们说要告诉你哦，宪哥有两位很重要的人要跟你一起主持哦。那我心里面马上浮现是哪两位？侯佩岑哦，另外一边林志玲，哇，三个这个画面很舒服嘛。是是是。后来他们说是号角响起，哎，我难过了四五天。但是你们两个默契那么好，我们 OK 吗 ？OK 可以哦，真的 OK 吗 ？OK 了，试试看啊。其实整场来讲的话，都听你在讲嘛。对，哎，我们不能唱，我们要有互动的。哎，有一定要。而且我们三个人一上的台啊，要赢过我们几乎太难了。对，我们三个人加起来是什么？吉祥数字是9。哎，怎么说九？哎，是9。两个孩子，三个孩子，我四个。哎呦，哦。2、3、4，二三四，真的孩子都被我们生完了嘛？对不对？我们是为了要救台湾的大学嘛？哦，对，我们才生小孩，这样科系不会一个接着一个倒了。对对对，所以我们要这个好好努力一下。今年的这个金钟奖，希望大家可以得到一个从来没有过的一个经验。我保证大家会觉得哇，太棒了，今天内容好棒。去年我们在台下真的是哇，听你那个，去年不好，去年只有我那一段是好的。所以今年你主持就是从头好到尾这样。今年那个 talk show 我们现在已经修第16版，是一个字一个字修，太期待了，太期待了。但是有点可怕的，对，真的。刚 read 的那个内容，你们敢讲吗？不敢吗？哦，很多都要赚。我们会拱你讲。对，各位，公平起见，他们两个来的好处是什么？哎，我们有些不能讲的东西，哎，我们就猜拳输的那个奖。哦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讲好了，讲好了，用猜拳，一定要，一定要好。太厉害，那个内容真的很猛。这个现在也不方便对大家来透露。对呀，对不对？我们当天呢，就可以见真章了。对，那你们两个以前有主持过这种大型的颁奖礼吗？这个应该算是号角响起出道以来最重要的一站。没有，我很早就看过你们主持典礼哦。有吗？有，龟山乡乡公所年终晚会。那一次大家被我们逗得还蛮开心。什么？哇，那个烟火啊，是我这辈子看过最矮的一次啊，就在台前到这里，还烧到舞台，还烧到舞台，就这么高。没有了，这个真的是我们在出道以来最重要的一站啊，也是第一次站在这大型的颁奖典礼上面。对，那最重要的一站，也有可能是你演艺事业最后一站。什么最后？才刚起步，刚开始的。